只是想制造泡泡气球让风筝飞起来，而不是制造泡泡灾难。说到泡泡灾难，迎风好像正在飞向火山。那是我叫的，小心！你感觉还好吗，副驾驶员可米？我想我们已经追上他了。迎风，真的非常抱歉，坚持住，我们马上就来救你了。我没看错吧？他怎么看起来还蛮开心的？他确实玩得很开心，真是太帅了！迎风，努力飞，勇敢追，最无畏，好像是用来夸我的。既然找到了客人，我们得赶紧降落，不然这些风要把我们吹到海里了。说得对，南湖，把我们吹回到岸上吧，科米。吹不动风了，迎风，我们得在被吹到海里之前降落。大罗丘，去棕榈树那。抓到了，风筝队长，他想让我们往棕榈树那边飞。希望他已经想到办法降落了。幸好我贴心的准备了泡泡着陆垫。